大家好，我是山口大，今天又来到南崁溪坐钓，发现今天的水位很低，水没有很多，只能试看看吧，看鱼的咬度如何呢？咱们就开始坐钓吧 ，Go！ 桥下凉快，反正大热天钓鱼真的是痛苦。太会追，大条，38公分。先求开壶吗？先求有啦，对不对？终于了，快跑啊！哎呦，这个三叉钩要小心哦，反弹回来是伤害性是很难预期哦。
终于。配哦配哦，哦冲嘞，要发大哦，行吗？看起来水位很低，鱼的摇度不是很好，零零星星摇了几下，钓了几条不瘦鱼，所以水位低的话，可能鱼的警戒心就更高了，甚至鱼的鳍都浮在水面了。好，今天的钓鱼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谢谢收看，拜拜。